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依依。如今呢，我国自主品牌啊疯狂崛起，个个呢都是物美价廉，对于合资品牌呢或者啊是进口车呢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于是乎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外来品牌呢都在进行着降价促销，而且呢往往啊降价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。可是呢，降价10万也买不起的车是什么来头呢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款凯迪拉克 CT6 呢就是降价大军中的其中之一了。凯迪拉克的外观魅力呢，相信大家都是有所领略的，十足的硬汉风格。每一条边呢都是自带锋芒的，竖置的 LED 灯和尾灯呢都是其标志性的设计。这款车的恐怖之处呢，在于拥有着5179、1879、1500毫米的车身尺寸，非常的大气，颜值和身材呢都已经把人撩到了。这款车的内饰呢非常的豪华，看完了就知道什么是贫穷限制了想象。3109毫米的轴距，内部空间呢超乎想象。4幅式多功能方向盘和中控台呢都采用了牛皮包裹，并且呢这中控台呀使用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木，而非一般车型使用的木纹装饰板。除了典雅的配置之外呢，此车的科技感也是非常好的，拥有着抬头显示、路人检测、中控屏幕超大，并且呢使用了触摸式按键、 BOSE 音响，暗藏低调的奢华。这款车呢在动力上啊也是豪到没朋友，拥有着 2.0T 四缸发动机和 3.0T 六缸发动机两种选择，统一呢匹配了8速手自一体变速器，分别拥有着276匹和405匹马力。这款车呢从外到内啊都散发着豪车的气息，无奈呢降价10万也没有人理呀。